哎，乖，他知道有人要救你了。哎，乖哦。你带多只啊？他们还有只大的。给他们动一动，照顾好啊，给他们吃药，然后半年后就会很漂亮。你看他手术一个礼拜而已。大家好，我是凯纯，还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请帮我们按个赞或分享到脸书支持我们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喽。